凶魔下的十姓结界，大部分是良性的，因为凶魔下在肺的最远端，凶魔就是肺的外周，最靠外周，在肺的最远端，这个位置呢，最容易存在炎症感染，然后愈合后形成疤痕，留下了结节，所以大部分的胸膜下的实性结节，尤其是形状像三角形的这种，是良性的。我估计你找医生看了以后，可能是医生觉得它像良性的，所以让你定期3个月复查。那么这样的，如果形态学上很像良性的，很像炎症结节这样的处理措施是正确的，那么对您没有伤害，而且通过观察，如果3个月结节长了、变了，那么我们考虑它是这个肿瘤或者。